三名17.5分，真心不变第二名20.5分，陷阱捕兽夹第一名有21.56分。哇嘎妈妈给朱莉安，只有第一名的那一组直接晋级，但如果你是第二名或是第三名的话，我们会从当中10个人直接淘汰2位选手。前三名的网路人气选手即将回到这个舞台上。我爱着你盛开，就算命运走来，曾经交织的将会破碎的，心中的那道光跟我一样让我更茁壮。我觉得那支歌很屌，我觉得其他没什么好讲，真的那是一首很好的歌，它诠释力也很好，创作的黑马。我如果在网络上看到这首歌，我会想说这个人是谁。我们这次回来是要证明我们比你们更适合这个舞台。本节目由雅文贝优冠名赞助，蜕变从贝优开始。泰山企业森林之王首席合作伙伴，泰山全系列产品做选手的靠山。下载 IM 短影，即是为森林选手的精彩独家影片及时看，用火箭支持喜欢的选手，一起跟选手赚取梦想，基金共同圆梦。本季冠军大奖为新时代欧系跑旅 Toyota CHR， 近乎有新动感魅力，满足你的渴望。来到第三 round， 我们要比的是五妹组。首先要先欢迎 Waka Mama 的陈阳、艾文、芝芝、韦哲以及瑞乔，通通有请出列，全部梭哈的一个概念。我们把舞台直接交给你们喽，加油 ，Big Guy 们。好的，谢谢。1、2、3 ，Waka M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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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ka Mama。So you're a tough guy, like a really rough guy, just can't get enough guy, Jay's always above guy. I'm the bad type, make your mama sad type, make your girlfriend mad type, must seduce her that type. I'm the bad guy, duh. When you take control, even if you know that you don't own me, I'll let you take control. I'll be your animal. My mommy likes to sing along with me, but she won't sing the song. If she reads all the lyrics, she'll could see the girls I know.I like when you get mad. I guess I'm pretty glad that you're alone. You said she's gonna get off me? I mean, I don't see what she sees, cause maybe I'm wearing your cologne.
follow me， 今晚派对别回去、Don't judge me， 手机关机再继续，脸煞风景，这张台阶阳光降临不是你想得太美，浓妆配上高跟鞋，太过刻意，叫上我的兄弟把他赶出去，被盖走的领袖现在启动启动，仔细观察四周，等待猎物上钩，手机一直震动，四周来拜托，超级成员太多，每次都玩太疯，一排站在前面，到底要选谁，把谁救回，假装害羞，通常都没有机会，现在再出现，在我脑中浮现的画面，有点挂点，理由是说今晚玩得太累、别保险的 man， 真要上线，别想要跳开。哇嘎巴嘛！谢谢哇嘎妈妈。我们先请老师来说说他们的想法。我们先 start from Jay Sean。中间那些舞蹈应该是要呈现那种很怪异的感觉，对不对？是吗？我想确定一下，我觉得还可以再更狂一点，就是那种已经不是跳的好不好，就是再更怪一点，肢体要再更怪一点，可能就是设计那种，很像那种僵尸啊这种。就是那种肢体很不协调的感觉，我觉得可能就会更出来一点。一开始韦哲好像有给一点，对不对？有，还是你这个一开始是要正常的？就是开始唱歌就回来正常。他那个是比较机械，对，比较机械，对，但是感觉好像可以设计那种更，就是很僵尸那种 Walking Dead 那种还是什么之类的、Zombie 那种 ，Zombie 那种，对啊，可能会感觉会比较适合这首歌的氛围。好，我们来试一试。那个一样的 beats， 然后五个人 zombie 的感觉，开始。哎，我觉得有哎，就是有。哦，要这样子的感觉，哦，要够怪，就是会让你感觉更不舒服一点。哦，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要有不舒服的感觉，可以更多。哦，好。然后我觉得那个饶舌那边，好像我觉得现场的那个 effect 好像还可以更多一点。艾文唱的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我只是觉得因为舞妹嘛，她主要是要舞台呈现嘛，我觉得感觉是可能是 vocal 套的效果啊或什么可以再更多一点，尤其是她刚进来第一声那个呼，我想象她感觉 reverb 要很大或是什么的。Follow me， 今晚派对别回去。少了那个东西，那个震撼感会少一点点，但整体来讲我觉得蛮不错。对，谢谢 Jason 老师。其实这个歌很适合芝芝跟韦哲，所以他们唱基本上就是没什么问题，声音非常勾人，而且很清楚，颗粒感很好。然后我觉得瑞乔做得非常好，在那一段我觉得有加分。那唯一真的要去挑剔这个秀了，我觉得我想问那个这个 background 是谁做的？我，就是很多的都是点音。跟根音，但是和弦感比较少，所以让我们只听得到 beat 比较多一点。那我觉得跟混音可能有关系，不见得是你的编辑有关系，所以比较可惜一点。对，其实我最喜欢是艾文的表现，就这当中，就是艾文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哇，非常的自在。然后，对我是觉得这个 MMO 有点怪怪的。我完全不同意他们两个，我觉得今天你们三个表演里头，我觉得你们今天三个表演里头，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哇！谢谢，乃文老师出击了。那混音有没有问题的话，我等一下再去细听。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我本来就知道它大概的样子是什么。唯一我觉得真的缺乏的，可能是 Jay Sean 讲的事情。你们跳中间那段的时候没有放开，因为你害怕，看得出来。就这样子而已，其他部分的话，我觉得芝芝你的声音很适合这首歌，艾文、陈阳就很好。韦哲教师，他要补充，还有韦哲，你在下一页，不好意思。对对，还有瑞乔，还有瑞乔，还有瑞乔，你们对分两页，对不起。有啦，有你啦，辛苦了，请先休息。虽然说我在前面，我没有看到后面。但是我用余光瞄到是大家的动作都有记得，因为我们是比赛前一天才去编的，全部重编，就觉得哇，我们挑战极限，挑战有成功的感觉。
下一组呢，我们要欢迎到的是真心不骗组，欢迎吴飞、陈心月、刘学府、王以诚，还有杨碧琪。光是看他们装扮，还猜想不出来要唱什么歌。哎呦，心月也太大了吧！小心学府又自动站在你旁边了。我们还是先表演好了。大家会紧张。好啦，视线也不忍，视线先不要看哦，不敢看过去，专注 focus。我们现在把舞台交给下面一组，加油！大家有什么想法？我觉得闯空门不错。谁的歌？接下跟孙盛熙也可以。哦，孙盛熙的歌我爱唱。有点想要改一点东西，加一点 rap， 对，加一点不一样的剧情。女生就。我喜欢我有去做一点功课，就是闯空门这首歌是男女在互相示爱，我很想把这些比较算是人性的东西在舞台中可以配着歌这样展现完，我觉得这个很酷。我们想说它可能会发生在一个酒吧，我们三位就是工作人员。这首歌是七月跟飞对我们讨论的。我看吴飞的表演，我觉得我蛮想要跟他看看会擦出火花的。我的画面就是，如果我们有两个男生，一个女生，对，就是必定有一个人是第三者。嗯，我跟心月是原本在一起的，然后呢，你是小三，不要打小三，我就把他拉到后面，然后就开始我们。对，就是真的要这样，就是我们不拿麦克风，我们讲，我们骂人，然后骂到老师他们听得到。哦，不是啊，你干嘛整成这样？然后，干嘛？然后是哦。望成学长，很好相处的人，在排练的时候，他有给我很多意见，很多想法，对我们那首歌《闯空门》有很大的加分。把我在第一季学习到的一些。知识还有一些经验，然后尽可能的把我所有的能力能帮助学员多少就帮多少。你是右手拿的吗？对，单手的。然后明显因为灯拿的，就做一点细节灯拿的，因为导师一定会看。我要去撩孟成，然后那是我之前在台上比较少做的，最一开始是非常的放不开。然后后来我慢慢去调整我的心态，就是哦，我也可以 enjoy 跟别人互聊， why not？ 感谢两位，刚创作，刚老师好像是很喜欢。我们接下来只要大家都喜欢，再拿下一层，我们再拿下一层，可以反围一层了，耶、yeah! ！加油，慢慢可以的，可以的，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这首歌其实我个人本人也觉得很难唱，对，有放一个自己的 rap 在里面，我觉得蛮酷的，我觉得有到五颗星。特别大放松，怕羞怕羞。
感觉失了在其中。 Just give it up, boy, 放轻松，教你怎么再走，勇气就不是开口。笑吧，像是被你上铐，思念女友乱搞。Damn motherfucker, tell me 为何你会在这？打了几通电话，结果你跟这个垃圾。我只问你一句，还爱不爱我还是算了。守候你们那该死的性欲，别叫我冷静，叫我控制好情绪。回家他们打包行李，滚出我的视线来。你越来越生疏 ，Oh boy, no boy。我怎么对你，我最清楚。No girl, no girl。随便你怎么看，我没办法离开。Now what you talk about, girl, you out the bow。 看看你自己的模样有多可笑。情绪哎，哇！我最尴尬的是一开始那个孟晨在跟星月调情的时候，中间的学府好尴尬，有一种被戴绿帽的感觉。演的真的很好哎，哇！来，我们先让孟晨学长跟大家讲讲话。大家好，好久没回来了，好想你们。哦，又回到家的感觉。哦，我们请老师们讲评一下好了。这首歌其实我个人本人也觉得很难唱。对对。我觉得 有到五颗星，我自己也会觉得就是不好掌控啦，而且 我自己觉得好像 key 高了一点，是不是？我们已经有降半音了。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再降一颗，嗯。哦。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平均微音了一点。嗯。对啊，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只要女生前面低的地方是低的下去的话，那降低一个半音，可能他们后面高音会。比较轻松一点啦，嗯，对对对，有放一个自己的 rap 在里面，我觉得蛮酷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做 R&B 这种东西的话，其实你在演绎别人歌曲上，在旋律上可以有更多自己的想法，尤其是你可以唱的跟原本完全不一样，对吧？因为我自己觉得 R&B， 我的观念啊，就是。感觉就是每次唱每次不一样都是可以接受的，只要你到 hook 有回来就好。了解，好，这个是我们第二组的同学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好，大家老师也先把分数放心里。那我们接下来呢，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就来迎接第三组咯。好，请坐。谢谢老师。马上欢迎这个阶段的第三组陷阱捕兽夹，请通通上来。艾薇、屁孩、陈聪、子杰、郑红，一个小粉红的感觉，青春洋溢。目前还从服装上看不出来你们要表演什么歌，
但是呢，要跟大家说，可以期待一下，因为也是有些彩蛋哦。好，都不要讲，都不要讲，我们就先看你们的表演，加油！谢谢，谢谢。五妹主是艾薇，那可不可以？就是五妹的这个表演。就是那个大杂烩，对，让你来看你有就是有什么想法这样，没错，对，李夏，有没有跳到我？哈哈哈哈哈！我们不配，跳过北京小，我们愿意等他，但是我们愿意学习，我们可以学习，希望我不会讲到吐血。没问题，五妹就交给艾薇，我们舞台迷你组的歌 ，Hey Mickey。有点 hey, Mickey 有点难啊，因为其实我自己是跳啦啦队跟芭蕾舞和 gymnastic， 然后我没有真正学过啊，怎么办 ？Hello， 有会编舞的啦。我们这次会一起讨论完成这首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有我们两个，不用担心。谢谢学姐。肯定非常开心，因为雅雅学姐跟莫西学姐就帮我很多，他们有帮我编组歌的地方，然后就给我专心的去念啦啦队。我们现在呢要来教屁孩跟陈聪我们的副歌。学姐帮了我们很多的忙。从编，然后到教我们，就是也是非常有耐心，就有教我们就是怎么想着歌词配着跳啊。然后其实意外的练得蛮快的，我以为我会完全练不起来，结果还 OK 这样。因为这首歌是全部人都已经上了去，所以我也不觉得跳舞这件事会多尴尬或什么之类的，觉得很好玩啊。好高，好开心啊！这是跟超厉害，对，就我很紧张，我已经在冒汗了。这样做我最怕，就是我受伤的那个空抛那个动作。我不敢看，我看了会想哭啊，真的。在这个歌，我比较担心的是我啦啦队的部分，因为我的这个疤痕就是从啦啦队一直就是有憋住我的眼泪，但是他们有一直开导我，我就觉得谢谢他们。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要这样子勉强自己。第一天练习的时候就很紧张，但是觉得我也不可以这样软弱，我要为 Himiki 就是做更多的付出，因为这首歌交给我，我想要为我的队拿下这个分数。现在因为陷阱捕兽夹还有一个学姐还没来，然后她因为大家都进棚录影了嘛，所以我现在要去帮他们载这个学姐，会不会有点太苦了？好，我们现在就出发载这个学姐，好不好 ？Go。克强哥哥，这台是你买的新车吗？不是啦，这个是这季声音之王比赛冠军的奖品，然后我想说很帅，然后跟人家借来开看看，然后顺便来载你去露营。对啊，很漂亮的一台车，而且里面很大，坐起来很舒服。真的。人气都很高，就我也很喜欢他们，然后他们也很尽力的在帮助我们完成这一首歌。I'm really happy that I get to be in the studio, sing and perform in front of the judges again. 能够跟学弟妹合作，就是那时候我有做到这样的梦，然后他现在成真了，我觉得很 surprise， 有点怀念，然后回到当时比赛的感觉，希望是带给他们幸运。我跟你讲，我们刚刚已经经过两轮了。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已经守住了，是。然后接下来第三轮，因为我们把所有东西我们都加在这里，是我们要进攻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那个力量拿出来。OK， 再加一次油吧。好，来哦，陷阱捕兽夹。
对我学了十年，差不多。但是我受伤过后就退出了，因为有那个阴影。我不想这样软弱，我想为我的队拿下分数。哦，你做到了，你真的很棒。我很想哭，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艾薇这样子这么努力，看你完成，我是替你非常开心跟感动，很棒的表演。三位老师一个鼓励好不好？谢谢他们特地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谢谢，全世界的啦啦队冠军，再次谢谢你们，辛苦了，谢谢，哇哇啊，开心哎！然后呢，哇，今天这队有太多彩蛋了。好，那我们要先欢迎三位学姐回来，学姐 ，Hello，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大家好，大家好。哎，没有想到是 Gail 有长高还是艾薇太矮，你们两个的高度居然差不多哎！
哎，好可爱哦。Hi, how do you feel, girl? Come back to the stage. 我觉得很开心回来森林之王。真的，我们也很开心看到你。谢谢大家。莫西也回来了。对，很开心能够回来这舞台，没有想到暌违一年，我还会有这个机会站在这里，觉得很特别。很特别齁。对，也很怀念。谢谢你，怡婷也是，虽然一直看到你。平常来这边都是当特派员，特派员，就是竟然站上舞台，其实蛮不习惯的。就终于回到舞台上，那个感觉还是在。对，嗯，但是今天我真的要特别想问一下，艾薇刚刚那样子的，这个应该不是一天才就练出来的吧？嗯，啦啦队我学了十年，差不多。学了十年，但是我受伤过后就退出了，因为有那个阴影。然后其实一开始有在犹豫，但是因为这个歌就是很适合啦啦队，在我们啦啦队也是很多人拿来比赛。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歌很可爱，然后两位学姐就特地帮我编组歌的部分。我就觉得我不想这样软弱，我想为我的队拿下分数。哦，你做到了，你真的很棒。谢谢你为森林之王的舞台再次的上空了，谢谢你克服了，克服了。好，老修老师，你觉得怎么样呢？我很想哭，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这是很快乐的一个秀，对。但是我看艾薇这样子这么努力，然后最重点是这一项运动给她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嘛，跟阴影，然后。他还愿意在森林之王的舞台上面再次用他曾经最擅长最有魅力的舞台展现给大家看。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没摔过，我看我都怕。那他妈妈也在看，我觉得一定也是很紧张。总的来说我是紧张的，但是看你完成，我是替你非常开心跟感动，很棒的表演，谢谢老师。对，然后郑红有上来是不是？最后，他是什么时候上来的啊？我没有反应过来。跳舞，最后的时候对吧？对不起，郑红，是郑红哥，抱歉，没关系，没关系。对，因为我正要讲，其实这一次包括我们的学长姐，我觉得做得非常好，从一开始的舞蹈到跟我们艾薇一起齐唱，莫西跟伊还有 Gail， 他也有自己独唱的部分。我觉得这一次的学姐们给这个表演加了很多很多的分数。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森林二本身的学员也非常优秀，尤其是艾薇。对，你们都做到了，谢谢你们带给森林之王这么好的舞台。这是我们第三组的舞妹组的表演，那接下来呢又要交给五位老师头痛的时间咯。我们在这边欢迎前面两组一起上台来。谢谢老师。已经比赛完毕，我们所有选手都已经站在台上了，先给自己一个辛苦的掌声，辛苦了。好，今天的赛制是这样子的，我们去年有团体赛的这个赛制呢，是其实你不要垫底就有机会晋级，就不会被淘汰。但是我们今年呢全面残酷升级，除非你是冠军，不然没有人会记得你的名字。等一下我宣布出来，只有第一名的那一组可以全员安然无事直接晋级。但如果你是第二名或是第三名的话，我们会从当中十个人直接淘汰两位选手。待会儿我要直接公布的就是第一名的组别，念到名字你们可以欢呼一下，就可以上座了。
我先公布个别的分数。第一名的分数加总起来有63.88分，第二名的分数有60.66分，第三名的分数有58.5分。现在马上就要来公布这个团体合作赛的第一名，可以直接全员晋级的是。陷阱捕兽夹。恭喜你们！好了，谢谢老师。没事了，没事了。超级开心，可以跟我的团员们一起晋级。好像中乐透的感觉，很开心，因为我们的组不需要淘汰任何人，大家的努力都就是有收获。好，那么呢，我就要来公布第二名跟第三名。这个阶段第二名呢是瓦嘎妈妈，恭喜。那第三名呢是真心不骗组，但是大家都已经尽了全力。那我们呢？现在是比较残酷的时间，在台上的10位同学当中，我们要请5位老师帮我们选出今天要淘汰的2位选手。我觉得问你们可以比较准一点，就你觉得今天谁没有特别突出？对，没有特别亮眼。曾经有啊，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是第一。心里面真的觉得我们是尽力，对对啊。我们真的是尽力了，但是很多舞台啊，或者是各方面，也是真的还可以再更好。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大家的实力，还有能够表现的，不会只有这样子。我扎得很狠，所以真的会觉得很可惜。我们能够走到现在这一步，就已经很不错啦。对啊，我们已经很厉害啦，珍惜这一切。每次站在这个位置，然后拿起麦克风，然后手上又拿起了一个信封，就要再度的告别了一些选手。这也是我觉得做这个工作最难过的事情，也希望你们可以体谅跟谅解。那所有老师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讨论到底这个回合应该要离开哪2位选手。那我现在就要把信封打开咯。第一位要在这个环节当中离开的选手，他是前三名的网路人气选手，即将回到这个舞台上。可以感觉出来你准备的很足够。这个环节当中离开的选手，他是逸晨。有排练过这个情景这样子。逸晨是我很好的朋友，从素人组一直走来很好的朋友，就是觉得很难过啊。其实很开心的来到这个舞台，然后我觉得我们已经比很多人都还幸运跟幸福待在这个舞台，然后也比到这边算15强这样子，然后很谢谢各位老师评审，还有工作人员，还有乐队老师，谢谢我的伙伴，跟你们合作真的很开心。然后也会持续在音乐上面继续努力，继续进步。谢谢这个舞台，谢谢森林之王，谢谢逸晨。哦哟，同学们都哭翻了，但是我觉得你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态度，谢谢你。
我觉得奕晨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音乐人啊，从第一季他就来参与了，到今天他有这样子这么突出的表现，我相信一定还有很多东西你还来不及告诉大家，但是希望在未来的舞台，未来你自己的音乐世界里面，可以用尽全力继续传达你对音乐的热情，我们都听着，加油，加油，谢谢奕晨，我们都爱你哦，期待再见，谢谢。接下来我要宣布的是第二位在这个环节要淘汰的选手是星月。我知道他今天的声音状态是很不好的，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是他。我很伤心，因为上一集我待定的时候他有一直来安慰我，然后我没有想过他会被淘汰。 Jason 也做了跟我跟九万一模一样的选择，就是如果今天是看今天的表演的话，那当然星月很吃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有三组表演，他只有表演一次，所以我只能就只听到那一首歌。对啊，我知道，就是我刚才就已经一直在讲说我觉得这个环节应该就会是我，因为我其实可以感觉得到，就是我在这个节目里面的成长的幅度 maybe 没有其他人高。谢谢森林，因为其实在这舞台上我还是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然后也遇到了 amazing people you guys， 然后就先这样子，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然后谢谢星月，我们也很谢谢你每一次呢在舞台上都给大家这么好的表现哦哟，好，你要坚强。我觉得星月你不用担心，我觉得你准备好了，这只是你的夏令营，你可以做自己的音乐。我以前曾经参加过一些歌唱比赛，从来都没有得过第一名过，所以不用担心，这只是开始。你们都很棒，你都很有勇气，我根本就没有勇气站上这个舞台，所以你们都很棒，谢谢你们，谢谢老师。星月，我其实蛮意外你今天说你觉得会是你自己，因为其实我本来没有觉得今天会是你，你是一个很棒的歌手，所以我说不是客套了。刚刚你的名字念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倒吸一口气，觉得不可思议。这是一个很大的肯定。比赛是一个过程，它是很多运气交织在一起的结果。你是很棒的，你要相信自己，你非常棒，我很喜欢你唱歌。谢谢星月，你要加油哦。我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多说跟星月说什么了，因为星月都知道，然后继续保持你对音乐那个初衷那个热情，对，不要被一些数字或者是点击或者是你以往受影响的东西继续影响，我觉得不要，自己知道自己为什么努力，我觉得就够了。然后我特别想讲我觉得瓜牛非常危险，我这一票是投给你的，你其实应该走的，但是星月救了你，所以你要更加努力，加油，所有的选手通通都加油，包括星月，我们一定还有机会在舞台上看到你的，加油。谢谢星月，星月拜拜，我们期待再次见到你。能活到这边我已经很满足了，就是很开心很开心，很多赛制我都超喜欢，然后都经历过了。
就是学到这些东西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有没有留下来其实不是重点，而是我到底从当中学到了什么。然后我也没有就是因为这个比赛而更往前进了一点，可是还是会觉得很可惜。就是从最一开始到现在，很舍不得。前三名的网路人气选手即将回到这个舞台上，待会儿呢他们会指名 PK， 胜利的一方直接晋级，如果失败的一方就直接淘汰。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三位网路人气选手要回来了，请看。让我们欢迎李嫣、邵宇还有徐乐云。是柴犬徐乐如，我之前在抢麦的环节输给了评委，那这次我回来然后做了非常多的准备，非常希望可以回到这个舞台。我是茉莉花少宇，在上次抢麦环节的时候输给了明芬。那在离开舞台之后呢，我每天都觉得好像有更多的创作能量，所以这次我回到生命的舞台，希望可以继续加油。说出自己的想法。大家好，我是女蝙蝠李嫣。我是在第三集的时候选择男蝙蝠自己 PK， 然后不幸的就是失败了。之后投票的过程就有蛮多网友帮我分享，帮我拉票，然后很幸运的就是现在又回到这个舞台上。这次回来是要证明我们比你们更适合这个舞台。其实我最不想要被选到的是李嫣，但是如果他选到我，我又很希望他可以用这个舞台，那就等于我好像内在自己矛盾。李嫣吧，因为他是第一名票选回来。说真的，我的 PK 歌曲完全没练，压力很大哎，好恐怖。过去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现在算是要抢他的席位，但是呢，我们没有问题，兄弟爬山各凭本事。我们先从李嫣开始，你是第一位，左边有几位是你即将要指定 PK 的，请问你要选择哪一位呢？韦哲，韦哲，请出列。韦哲就比较没有跟他说过话，所以讨厌我没有讨厌韦哲，就是比较选他比较不尴尬。我感觉到可能今天我有发现一件事情，是不好的事情。邵宇，你要选择的挑战对象是。瑞乔，瑞乔，请出列。瑞乔从第一场到现在的曲风好像都比较单一，我觉得我的创作的张力更强，所以我觉得在这场我应该可以战胜他。我真的就是 PK 的歌曲没有准备得很好，希望可以有一点时间再给我准备一下。乐云，你要选择的挑战对象呢？我要选学府，学府，请出列。老师刚好也有讲到学府今天的表现有点危险，所以后来决定选学府。我怎么想我也没有想到会是乐云选我。是准备好吗？没有啊。词有背吗？词最重要。词可以。你可以一直唱同一段，对，你可以唱同一段，两分钟多而已。现在让自己先稳定，能不能赢我不知道，但是我会把它唱好。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就由第三名的人气选手徐乐云先对上学府，加油。
悬崖，将翅膀甩开，观战者不衰，反射一线不安。有过伤，有期待，累积几次挫败，勇气还在，等待风吹来。像是一条河川，转过几个弯，接下来把舞台交给学府。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不曾见过海洋，我以为得以忘了。我觉得在你刚才被那个老肖老师讲过那一两句之后，你整个人看起来乌云罩顶，我很难真的很放松的去听。刚才在听你唱歌的时候，比较听不到这首歌想要讲的故事。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点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其实我也觉得蛮难选的。出发，不要目的，我会一直想你，忘记了呼吸，孤独到底让我昏迷。如果恨你就能不忘记你所有的面目，我都不抗拒。如果不够悲伤，就无法飞翔。可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不曾见过海洋，我以为得以忘了，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啊。
见过海洋，我以为得以忘了，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啊。谢谢雪府的演唱。我主观觉得其实两个音色对我自己个人喜好来讲是差不多的，雪府唱的那个情感面比较再更出来一点点。我票会投给雪府，学府一票，是，谢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点，对我来说有点困难。我觉得乐云准备的很足够，然后我觉得你在某一部分的声音是很有自信的，但是在真假音转换的时候会有一点卡卡小瑕疵。那学府的话，刚才你在准备开始之前，你刷了你的吉他，我觉得哦，吉他痛真好。但是我觉得你可能现在到这个阶段有非常非常多的压力，那比赛其实有一部分就是要懂得隔离，就是你知道上台表现的时候要隔离掉刚才发生的事情。对，所以刚才在听你唱歌的时候，我比较听不到这首歌想要讲的故事。对，所以我投给乐云，恭喜老师，乐云一票。首先我很开心，就是又可以看到乐云在台上唱歌，因为他的职业是一个空服员嘛，然后所以其实每次看他唱歌的时候会有一个画面，就是可能他一边执行的时候还是有时候会一边哼歌，就很喜欢唱歌这样子。乐云右边这位学府，我觉得真的是运气蛮好的。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在你刚才被那个老肖老师讲过那一两句之后，你整个人看起来乌云罩顶。那乌云罩顶的状况下呢，因为其实我通常在听别人在唱我的歌的时候，我很难真的很放松的去听，因为我会一直分析嘛。但因为你刚才从你还没有上台，你光是坐在那边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你的脸只剩下阴影。我觉得你看起来非常的乌云罩顶，然后你刚反而唱《残酷月光》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哎，残酷啊！你有用着那个音乐，好像把那个乌云稍微拨开的那种感觉。突然之间我觉得你的整个形象好像蛮适合这个歌的。所以我投给你。谢谢老师，恭喜学府获得第二票。其实我也觉得蛮难选的，两位都没有说唱得不好或什么的。但是我必须同意 Jason， 就是可能学府这边感情上面的表达多了那么一些些，可能就是像刚刚尤佳讲的，可能你走进来的时候就是一片乌云。所以利用了那个感情吧。所以我也投学府。学府目前已经获得了三票，先恭喜晋级。最后要问一下，刚刚在上个阶段有给出比较重的话的老肖老师，学府。学府，恭喜你在这边顺利的晋级，先把乌云拨开。但是我们也很谢谢看到乐云回来，谢谢，希望你还可以继续努力。好，谢谢，很开心看到你，谢谢老师，谢谢，谢谢。OK， 我觉得很棒，我也觉得很棒。观众一定会记得，观众会爱你，就蛮平静的。我就觉得回来也是很开心，就至少我又站在这个舞台上面又唱了一首歌。学府可以先去坐好了哈，怎么还在六神无主呢？你可以正常呼吸了吗？你可以正常呼吸吗？我有在努力呼吸。老肖老师，你最后选学府的原因是什么啊？学府他用了自弹自唱，其实我对他自弹自唱还蛮紧张的，可是他这个很孤单的这种感觉，自弹自唱只有一把吉他，其实让他的情绪更跳了出来，我觉得胜在这里吧。
今天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好像有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的感觉，就是告诉广大网友们，这个真的没有在什么要内定谁要保谁，就是这一切都发生得很真实。马上呢要来看第二名人气选手回归，欢迎少宇对上瑞乔，加油。漂泊在人海里，我沉浸，算起未来的潮汐，恐惧坐在山脚下，我受了伤啊，竭力攀登的痴狂，只为了瞭望天明时的曾经大声的，将会死去的，曾经相识的，将会分离的，每一趟旅程，每刻的选择，都流成光的河。我们交给瑞乔。
实今天他们选到的都是我们刚才在挣扎可能会被淘汰的三个人。第二次的演唱压力绝对更大，大的原因是你害怕到达你第一次失误的地方。我们来问一下瑞乔，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就会有足够的勇气去追寻一切你想要追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也想要 forever young 去爱任何我想爱的东西，包括音乐。大家给瑞乔一个掌声。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着闻到，活得高亢低落，高亢低落，有个沙漏在心中荡漾。他喊了暂停，那个时候就是其实那个状态就是对我们来说是出乎意料，哇，没想法，脑筋空白，很傻眼，说哇，这有点哇 ，Oh my God， 就很难过了。我们这个礼拜其实都在一起啊，感觉是一个家庭，是一个 family， 而且旁边看到智子在哭，然后陈阳也在哭，我说 Oh my God， 为什么？就一下子情绪，所有的情绪都涌上来，觉得如果这是我最后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瑞乔，我觉得你不要想太多，太紧张了。如果这是你最后一次，你想要这样紧张的度过它吗？自然放松的说自己想讲的话，就好了，不要想那么多。好，谢谢老师。来准备，七秒，六，五，四，三，二。是。
其实很非常抱歉，因为作为一个演员也好，还是歌手，还是舞台剧演员，我知道这样的错误是我自己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非常感谢老师再陪我来一遍。少宇带来的是自创曲，叫做《光流》。对，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歌？这是一个就是我之前在第二场被淘汰的时候，然后其实难过了好一阵子。那我就把这个心情，我觉得人生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像是河流里面的水一样，只是它变成光，那就像我们的生聚集成我们的生命这样，没有一滴是浪费的。我很喜欢少宇的作品，我觉得那支歌很屌，我觉得其他没什么好讲的，真的，那是一首很好的歌，它诠释的也很好，棒。谢谢，谢谢老师。我把票投给他，谢谢。少宇获得了第一票。好困难哦。首先我要先给瑞乔鼓励一下，这样子可以暂停，然后再有勇气重新再开始，而且我相信就是比你第一次唱的更好的状态，我觉得很棒。我是看到他第二次的表现，我就觉得哦，有稳了。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状态，就是会说要暂停、要重来的这一件事情。但看到他的这样突破，我很感动。少宇的话，我也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很有诗意。唯一我的一个小建议就是，我觉得虽然这是你的歌，你很了解他，但是我觉得你还要花一点时间去驾驭他，就是拥有他。对，没错。好，谢谢老师。我要选瑞乔，恭喜瑞乔获得一票。我们来问一下瑞乔为什么会选这首歌。 Forever Young 就是我想我觉得不管你是爱情还是梦想，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就会有足够的勇气去追寻一切你想要追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 everybody wants to be forever young， 我也想要 forever young， 然后去爱任何我想爱的东西，包括音乐。加油，你可以的。好，大家给瑞乔一个掌声。然后碧琪，你现在怎么哭成这样？你在干嘛？你没事吧，碧琪？哦，没事哦。好好好。因为你这样看起来像送错餐的服务生，感觉很紧张。没事啦，放轻松，还没有赢没有输哦，现在都目前各获得一票，瑞乔一票，少宇一票。好，那我们来问一下老肖老师。瑞乔，谢谢老师。第二次的演唱开启，压力绝对更大，大的原因是你害怕到达你第一次失误的地方，因为你怕再度失误。那少宇花很多精神在设计他的作品，他用了很多很前卫的设计跟很冒险的和弦，是很冲突的，很屌，可是不顺耳。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两首歌对我来讲，我会选择瑞乔，直接的打动我更多一点。谢谢老师，收到。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佑嘉老师帮我们做一下选择。先说，其实今天来就是 PK 的三个同学，他们选到的三个同学，都是我们刚才在挣扎可能会被淘汰的三个人。其实我觉得少宇给我的感觉都是一个创作的黑马，在我的想法里面，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参加歌唱比赛，你的音乐如果做得好，编曲做完，然后你的制作做好，我如果在网络上看到这首歌，我会想说这个人是谁。瑞乔的话，刚才我觉得因为你的情绪很浓，然后甚至在
每一次副歌的时候的高音，我都起了一点鸡皮疙瘩，我觉得非常好听。但如果我真的，我如果今天真的不把跟同学们相处的时间算在内，我如果要做到公平的话，我这一票我会投给少宇。谢谢老师。少宇目前获得两票，那最后就交给乃文老师。有关于少宇的话，其实我的想法跟金腾有点像。其实我在你刚刚那首歌里头很多句子里头都听到可能性，可是那每一句走到终点的时候，我没有都没有听到原本预期的可能性发生，然后他又回来了。我觉得你有才华，但是我觉得你可能要放轻松点，不要那么刻意去设计。就像金腾刚刚讲的，瑞乔的话，前面的那件事情就忘记看过去，当作没发生。然后呢，我觉得你后面真的克服得不错。但是我今天听你唱了几次歌，我觉得你可能要开始做一些功课，去想想看如何去处理那些比较低的音。因为这两首歌，我刚刚那首跟这首，你低音的部分都会有一些问题，那是可以克服的。很难选，所以我刚刚不想第一个讲话。瑞乔，瑞乔，恭喜瑞乔。谢谢老师。我觉得我们都是人，我就不相信今天所有导师没有犯过错，唱错词、忘词。我看过最爱的团，前面开头开了三次都一直弹错，后来他说好，这首歌我不唱，我唱下一首。但也谢谢少宇带来这么好的作品，希望你可以继续加油哦，我们都可以在各大数平台上看到你的作品。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你哦，谢谢，小心，恭喜瑞乔。刚刚其实第一失误，他两个在下面已经是爆了，两个队友还没有唱好歌呢，他已经开始，哎呦，没有，你不是，我是想到你在唱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礼拜相处的过程。哎呦，他在唱的时候，我反而是进入到一个跑马灯的感觉，就是回想过去整个我们相处的过程，然后就整个哇，就泪都流下来这样。虽然让我哭得很累，但是就是很感动，大家流下来，然后之后就继续在一起努力。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网络 PK 人气选手的第一名李嫣要回来了，他要对上的是韦哲，两位请就位。是阴影中的那道光，喷我力量，让我更茁壮。编曲的内容我很喜欢，就感觉是不同世界，就你感觉你好像音乐要带我们去银河。谢谢你把你的创作带到这边来。伤痕累累的时候，你出现在我生命中，在我残破不堪的时候，你说你会一直陪着我，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你像灯塔一样指引我，照亮我，照亮我。是阴影中的那道光，给我力量，让我更茁壮。你是最温暖的那个太阳，给我勇气，不再害怕。我会答应着这份顽强，继续对未来无限期待。
笑，我会带着这份顽强继续对未来无限想象。谢谢李嫣的光，接下来欢迎韦哲。我是今天跟昨天开始背歌词，因为我要求自己很多很咬字的部分跟发音，所以可能要花多一点时间。我其实今天一整天是啊，会不会被淘汰？会不会有点担心，在心里就说一直想会不会淘汰。没有到100分，但是我
尽量就是尽量就好了。毕竟我是唱创作，然后他是唱别人的歌，就如果要赢的话，可能也是因为就是有创作更有加分，我觉得一半半吧。首先我们先欢迎李彦回来，当时他就是选创作组，那这次呢带着自己的歌曲《光》回来了。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创作呢？就是在被淘汰之后，然后心情低落了一段时间，到播出之后也很多就是网友啊给我很多鼓励，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写一首歌，然后给这些支持我的人。是，然后也想问一下韦哲，刚刚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当时内心你在想什么啊？感觉你的眼神跟唱之前的歌感觉不太一样。哎，我很开心，很感动，很荣幸能在这个舞台分享我的歌声，跟真的很厉害的其他选手在这个舞台表演，我真的很感动。我不会想到我能有拿到这个机会，真的真的。但你刚刚选的是以后别做朋友，以后别做朋友，其实、啊、好，跟这首歌有关。你是不是搞错中文的意思？我去年的时候真的。我又追了一个女生，追了半年，就、oh, okay. 是没成功，所以当下我就在回应，就是那时候。回应那时候，对。好，两位都表现得很好，我们来问一下五位老师的感觉怎么样？好的。我今天选李嫣。谢谢老师。恭喜李嫣获得第一票。很难选择、啊。我觉得我很喜欢李嫣的创作。但我觉得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听到好像副歌还是后半的时候，总觉得好像 backing 把 vocal 吃掉了一点，但我觉得那个可能不是很重要啊，那个说实在就以后调一调就有了嘛，对吧、啊、然后主观来讲的话，我喜欢韦哲的声音多一点，就是打动我本人啊，就是还是有情感，因为我们最怕就是花俏，然后就这样了，就花俏了。 对，但是我觉得他反而没有这个问题，我投给韦哲。好的，恭喜韦哲目前获得了一票。我觉得李嫣跟刚才的少宇有一个类似的地方，我觉得你们都有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我很相信就是日后你们的创作跟表演一定有你们的群众。我一开始看到你在刷和弦的时候，我以为你要自弹自唱，其实我比较想要看到这个部分。我刚刚注意到你用麦克风的方式可能要练习一下，因为有时候会有点太大声。对，谢谢老师。然后在韦哲的话，我想跟你说你是一个很棒的歌手，我很喜欢。虽然中文不是你的母语，但是我在你的tone，在你的表达上面都听到了真诚。以声音本质来说，就是他的美好可以打动到我。我觉得今后不管你是离开了或是留下，很重要一件事要找到自己的特色，找到更能打动别人的地方会是更好的，所以我要投给韦哲。恭喜韦哲获得第二票咯。我可以放弃投票吗？不行，因为有五个人，对不对？对，好难选哦。李嫣，我觉得创作来讲的话，可能跟刚刚那位有一点相似，很不错，可是好像就是缺乏那么一点点，他就会变得很棒。韦哲你唱得很好，但是目前看到的你唱的歌好像是不是大概都是这种类型啊？有一点像的类型。然后你可不可以先讲话？我想一下。好。哦，我接着讲，我接着讲。韦哲，找不出你的毛病，太 safe。但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让自己的 vocal 更大胆一点，破坏性一点，不要这么完美，再让它乱一点，再让它更自然一点，我觉得会更像你。OK， 然后李嫣，你跟少宇是一模一样的情况，就是在中段有一段是没有歌词，是哼旋律的那一段，全是 background voice， 没有你的 live 的声音。然后你的前奏的吉他 reverb 超级无敌大，然后你的 vocal 是干的，就感觉是不同世界。就你感觉你好像音乐要带我们去迎合，但是你还在那个池塘旁边这样子。了解。但是创作绝对没有问题。不然不会有这么多支持你的朋友喜欢听你的作品，
对，所以一定还是要在创作这方面给你很大的鼓励。对，谢谢你把你的创作带到这边来。对，但是我们现场听，我们只能以现场的状态来评断这个结果。对，那我的答案是。对，那我的答案是。我的答案是韦哲。恭喜韦哲，恭喜你，目前已经先晋级了，恭喜，谢谢老师。那最后还是听一下乃文老师的选择。我应该也是会选韦哲。来到这边，恭喜韦哲成功的卫冕成功晋级，请入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机会吧。目前的话，老师跟其他人看到我，哦，唱得好听，但是他没有看到我的特色。其实我有自己的创作，对，我希望下次可以表现给大家听，是一个新的挑战吧。虽然这一次没有顺利回到这个舞台，可是有回来表演到，就觉得蛮满足的，就是又多一次被大家看到。好的，这个阶段的团体赛呢，在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也在这边恭喜三位同学全部都卫冕成功。在座位上呢，有13位同学是在今天力挺下来了，你们都撑住了。希望呢，透过今天你们可以更团结、更加油，下一次的比赛继续努力、继续发光。我们在这边也要谢谢今天的三位飞行老师，谢谢九位妈妈，谢谢你，也谢谢 Jason， 也谢谢杨乃文、乃文老师。最后还有我们两位熟悉老师，谢谢优酱老师，谢谢金腾老师。我们下周森林之王继续再加油，谢谢。今天，比如说大家有了一个预选，也许该怎么想？我是其中一个选择，也是问你刚好又很巧，对，是多重要品，所以你们留下，留下来就代表。大家感觉不出来，你们还有东西可以继续往前。我们并不觉得说谁就是一定要淘汰，谁一定要赢。我们其实都在为同学争取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留下人生中最好的一面，在他们的表演生涯当中，甚至希望他们找到定位。我觉得这是也是我们森林之王，我觉得最宝贵的一件事情。下一位踢馆魔王呢？他是《天籁之战》的第二季总冠军，他是索尼音乐的最强新人。他有点像是女生版的萧敬腾，很想咬你一下，你知道吗？我真的是也很想为你哭一场，太无畏、太无惧了，很棒。我不想爱，我爱。我超级爱你们，然后你们真的每一次的进步都是我最大的骄傲，超级大的骄傲。当导师是撕裂我。
今天约了艾薇去吃饭，12点多了，她应该还没起来。不管了，我要去敲门。今天怎么下雨了？下雨我都不想出门了。每天下雨，我的头发都很塌。摄影师，我有没有很丑？是不是你把我拍得很肥？哎呦，好饿！来台湾这么多天，都一直吃便利商店的沙拉，一直都很想要吃夜市啊炸的东西，鸡排啊、面线啊、麻油鸡那种也不能吃哦。艾薇，嘿，醒来了吗？帮我开眼睛。哇，好了吗？还没。那你赶快去弄一下，然后我们去吃东西。我还想要睡觉，其实。你还想要睡觉？几点了？我在整理我的东西呀、啊。哇，你的行李呀、啊？哦，看看有没有很。你这好像在 spot check， 要检查有没有带。我看你带了什么东西来呀、啊？你是很帅耶，是你像我一样帅吗？老虎耶，是你耶，像我一样帅。怎么会有水啊？它是气泡水，这是马来西亚没有的。你想喝吗？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你知道为什么我买吗？为什么？因为它的包装有一个强这个字，后来我就会更强。打败对手，这样吗？我觉得我也要喝，我要。哇，它气泡真的很厉害耶！来喝喝看。超强的，这个像那个我，因为像汽水，我们马来西亚没有就是这种气泡水，而且它又没有那个糖甜啊，没有甜，对对对，可是它又很爽，所以我要买回去，因为我爸爸很喜欢喝汽水。你在哪里买的？我也要带回香港。都有啊，而且我在录制也是有看到很多啊，是啊，商场也是有啊，刚刚下雨了，外面就很累，整个人现在就很 refreshing， 是不是？那这个给我咯，给你啊，谢谢。我看你的行李还有什么东西？哇！不要，我拿来吓人，很恶心，我觉得。那、我的对手上场前的就是，吓到那种按摩的那种，按摩的那种阿姨，哎呦，腰酸背痛。给妈妈，给妈妈，你妈妈有来吗？有啊。咦，你从马来西亚？我以为你会吓到跳到起来。我觉得要跟他十指紧扣。我觉得他的手有点胖哦，你看。不是很真的哦，我试试看。那每个人的脱手都不一样的，就是有些人会在下面，有些人拇指会在上面。哦，你是讲一些这样，一些，对，这样，食指，哦，这样就不舒服是不是？这样就很自然。怎么要脱手？哎呀，我脱了你的手啦！那个苹果哥哥跟那个美人鱼。No。为什么没办法牵手？可以。为什么要做这个？还有其他奇怪的东西吗？这是什么？这是化妆的呀。好像有点乱，有点乱。不用紧。哇，这样还算乱？你要看一下我的吗？那我们准备出门了，你赶快打扮打扮一下。我去厕所就好了。好 ，OK。去吧。哇，这个东西真是实在是。还想要把它包回去，有点恶心。还想要把它包回去。森林之王，一想到森林之王，我就想到小锦江。Hello， 我想讲阿火老师，因为所有的音乐都是他们。好无聊哦。金曲歌王，一想到金曲歌王，我就想到萧敬腾。萧敬腾。为什么？萧敬腾老师自己有得过金曲啊。可是今年的是刘若英啊。你讲什么？萧敬腾啊，我也讲萧敬腾。
跟我啊，游戏不是这样子的。对啊，飞行导师，一想到飞行导师，我就想到杨乃文。真的默契超差，任然呢？郑可强，一想到郑可强，我就想到侯亚伦。耶，商业化。珍珠奶茶，一想到珍珠奶茶，我会想到去冰微糖。不是那个李玟 Coco， 是 Coco 饮料店。我是去冰微糖。满分日南，我喜欢。森林之王，一想到森林之王，我会想到萧敬腾。你刚才不是说什么口味吗？没有啊，我在说重出题的那个吗？哦。再次一样啊，来森林之王。你想到森林之王，我会想到萧敬腾。再一次好不好？再次，没想到，再次，我们再飞行导师，一想到飞行导师，我会想到九尾狐。不是嘛？因为我只会想到第一季的老师啊，有个代沟。我们讲金曲歌王，一想到金曲歌王，我会想到九尾狐。哎，不是说往第一季出发？我忘了说往第二季啊。我刚才说我尽量往第二季。好，我今天往第二届想。我们这样，少女无量七八，就挖坑跳。少女，我会想到林宥嘉。比你选得出来，比你选少女啊，比你选少女啊。没有，不是我这么想，是我按照梦想想法这么想。不是我在想少女，我到底要回答什么？那是林宥嘉。谁给到？哦，之前的哦，对不起，老师。你要信不信被我踹下去？可以不用。走开。敢也不会走的特派员公关隐瞒着就对了。而这次要面对的不止林宥嘉、萧敬腾，还有来助阵的大批飞行导师们。你们知道其实那个信老师他搭帐很高吗？可是你们知道他其实有多高吗？190。来看一下我在他旁边，看一下我在他旁边，然后你要认真配合上半身。好，后身也是。你要干嘛呀？你正常站好了。正常站的。正常站。也差不多。你还是少一节啦。几公分？我170上啊。对，还170怎么可能？哎，我这个加鞋子，我这个加鞋子。那你们一起站好。170。我这个加鞋子都176了吧？其实差不多了，加鞋子，哎呀，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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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你们俩多少？我应该都有170。你看我腰都看到你胸部了，哎，好高哦！那也蛮高的啊，好爽哦！六万蛮高的，信哥是假肢啊。我鞋跟到这。干嘛硬聊啊？我们在聊吗？这个是好正常的游戏。刚刚那个妹妹是22岁的年轻人，很有实力耶。真的，如果有些人就二十几岁就站上小巨蛋，应该更有实力了。哦，谢谢啊。你干嘛偷笑？没有啊。要不要到最后？你今天要不要到最后？可以。你今天要带最到最后。等一下，如果提早下班的话，我直接开车载你们回家了。真的吗？等一下，我看那台车载你们回家，看一下，我帮你看一下，是你比较想下班。我答应你，今天会待到结束。我觉得你已经对这个行业已经没有耐心了。对的，我是替你高兴。他已经对这个行业厌倦到不行。郑国立还有另一个硬要，那就是一休息就硬要唱的《噜噜》。老师开始滴答滴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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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还有那个啦啦啦啦，爱情让人头昏。啦啦啦啦，思念让人心疼。重点来了，不用再问。我心里确定你是我的 number one。别想了，好听，好听，好听，被传染。我告诉你，为什么每次摸下去我都觉得我唱得很难听？因为我的麦克风没有调成，因为它太干了。因为我是主持麦。我这真的。那这个真的有差。真的有差。如果我在唱的时候，他如果有瞬间调成他们唱歌那个麦克风的样子，我告诉你。哪里好？嘿。啊，谢谢你。我好欢迎你。下一个飞行导师，我是飞行导师。
所以是麦克风的问题吗？对啦，我也找到了。对啊，我跟你是不同的。我觉得他们很长吗？我觉得你比较长。你坐副老师位置。我坐副老师。你也是蛮配合的。我很配合。我是你的 dancer。 接待人给他们啊。为什么老三会准备棒棒糖？不好意思，房里面不能规定不能吃东西。准备一下我是谁卤的包子。乐色给你。太难了，是牛。